近日杨宗纬亮相北京，宣布开启主题为带一首诗来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将于2015年底至2016年初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福州、杭州等地温暖上演。这是杨宗纬首次把大型个人演唱会辐射到内地城市，曲目不但包括前两张专辑备受欢迎的歌曲和经典曲目的翻唱，还包括天灯在内的六首新专辑中的佳作。除了在歌曲上能让歌迷们一饱耳福，这次的巡演杨宗纬本人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。我可能会尝试跳舞了。会跳舞？我可能哎，想不想看？想。那我们就让可能变成真实啊。对啊，我努力，我会尽我的全力。尽全力。现在杨宗纬正在努力的学舞中，到时无论舞姿怎样，这敢拼的劲头着实应该点赞。而除了舞蹈外，杨宗纬此次巡演中也会翻唱一些其他歌手的作品。因为我觉得说还是回归到这个主题，像我选择像李宇春的1987我不知我会遇见你，还有张强的我的80年代，你说它是热辣的歌曲还是那种很洒脱的歌曲，我觉得这是要看大家去解读，因为我觉得这两首歌对我来讲很有深度，很有诗意，所以想把它放在我比较动感的这个桥段里面。对，演唱会在各节中还设定不同主题，以新歌、老歌、情歌、舞曲各种巧思结合的方式，让这位用歌声演绎情感故事的男人更加完整地呈现在大众面前。乐视娱乐北京报道。